没有，就是一点点小问题而已。也因为一开始的拍子进去的时候是正确的嘛，然后因为我们彩排过很多次，所以后面的拍子其实就是蛮稳的这样子。就是我脚有偷偷的在数拍子，所以还算正常发挥。正在努力中。要啊，没有，因为想说要准备好再让大家看到了，然后因为也不会想要，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完整的东西让大家看到这样子。那刚刚就是有想说有拿麦克风想要唱一下，现在可以为我们现唱一小段，一小段，说来就来。华华吗？我算了。那你想听什么歌？就是刻在你心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就是考虑转战全职歌手，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从昨天入围酒会的时候就觉得这五个作品的每一个新演员都很棒。然后其实我跟不管是妍飞或是易容姐，我们私底下就是在聊天的时候都是非常祝福彼此，然后我们也非常肯定彼此的演出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五个，就对我来说，我最想要谁得奖，就是我想要五个人都得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得到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受到这样的肯定，对，每个人都应该受到这个肯定。那静华跟他说一些静华哟，安慰一下。就前辈的身份、我不是前辈他是学长学长学长、哦、我也不是学长，是我学长，是我学长啊，我没有，我真的不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奖项其实我觉得是运气啦，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运气，就每一届下来我觉得真的很难去预测说谁会得，所以我觉得一生中虽然只有一次，但是没有拿到，我觉得没关系。而且我们已经入围了，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典礼上有没有想说要跟哪一个演员导演，就是希望可以跟他们合作？合作吗？之后未来，其实有蛮多导演都蛮想合作。郑有杰导演、廖明义导演，那李安导演也很想合作，然后那个钟孟宏导演，玉勋导演也都很想合作。那有没有跟哪一个就是期望已久、终于可以合照的艺人？艺人吗？对啊。我刚刚在休息室，我遇到释之玉。我看到你跟释之玉和导演我已经发照片了，在我 IG。对，很开心，很开心，超爽，你知道。大学念了四年，他的片已经全部看过好几百次了。对，就是哇塞，这样有一天这样可以遇到他本人。是的。我就跟他说，我是念电影幕后的，然后他的作品我全部看过，然后我很喜欢，我最喜欢他的《海街日记》。